哥哥點解你會有個耳機嘅？你有冇夢想噶？我以前細個嘅夢想咧，就係想做律師，但係而家嘅夢想咧，就係想環遊世界喎。有時間安排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就會中意去旅行，睇多啲唔同地方、唔同世界各地嘅嘢咯。你哋有咩夢想啊？畫家。你有冇夢想啊？我以前細個咧有好多唔同嘅夢想，又會諗住做飛機師啦，又想做老師啦，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夢想。但我而家有一個夢想，就係希望可以用笑容帶嚟笑容，用我嘅生命去影響身邊人嘅生命。咁我平時咧，因為而家仲讀緊大學啦，我哋都會組成一啲嘅隊伍啦，一齊去搞一啲嘅活動啊。有一啲嘅社區服務啊，去俾有需要嘅人啊，亦都將呢啲活動咧去宣揚一種正面嘅信息俾大家咯。你開唔開心啊？我今日好開心啊！不過有陣時，當我好嘈聽唔到人哋講嘢，要好唔好意思咁樣要人哋講多次嘅時候咧，都會有陣時唔開心嘅。但係當我知道人哋會好願意去包容我嘅時候咧，我都會好開心㗎。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都可能會唔開心嘅。譬如出街嘅時候有好多人擁嚟擁去啊，或者佢哋會驚我架輪椅撞到佢哋啊，特登避開嘅。但係呢啲唔開心咧，都好快會過。同埋咧我都明白到有陣時可能佢哋係純粹因為唔認識我哋坐輪椅嘅人係點樣生活啦。點解當初我一出世嘅時候就會有呢個嘅問題？咁但係後屘我就發現其實可能上天想我有呢一個嘅問題，就係想我比起其他人更加努力喺其他方面，例如我自己嘅專長，去一路去發展落去，去 focus 多啲喺自己嘅長處嗰度，去為呢個社會作出一點嘅貢獻咯。原來我可以搭飛機周圍去旅行。原來我可以改變呢一個世界。